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今天准备在威海的海边玩点不一样的。You were burning like a summer in my heart till you found another northern star following a lover right out of my ocean and I was broken but you know what they say time's got a good way of healing I'm back on my feet and I'm happier than ever like I never thought forever was you真的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，还好昨天是个大晴天，要是今天在这个九级大风下，那估计零件是都找不到了。这次我拼的呢，一个是这个宝丽来的 SX70， 其实跟原本的宝丽来还挺相似的，包括外形的大小，然后它还原的也都非常的用心，取景窗也是可以看到的。最主要的是它竟然可以三相纸土片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喂，这是它的下巴，这唯一的区别就是它只能塞相纸，不能塞相纸盒。回，然后这就是它完整的一个套装，就是有一个相纸盒、三张相纸，然后还有相机本体。然后这一套呢，就是一个很经典的胶卷相机，很适合搭完之后放在家里做一个小摆件，因为它体型也不是很大。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两个这个胶卷。然后这个胶卷是可以装进去的，关上。它前面其实有很多小机关，比如说它这个镜头是可以旋转的，前面这个地方是可以旋转的，这个拨钮，然后还有这个最后收胶卷的部分。然后这款的特殊呢，就在于它其实可以有三种形态，一个是这个胶卷相机，还有一个是 DV 机，还有一个是小电视。这两套拼下来呢，其实我更喜欢宝丽来的这一款，因为它零件数比较多，然后它还原的整体，不管是大小还是重量以及功能键上，就还挺不错的，做的已经非常精细了。然后不得不说，工程师们很智慧。我觉得这款作为一个百元的乐高来说，性价比真的非常高，因为它也可以有三种形态嘛，然后大小也很合适。很多人我看都买了这一款，因为就很适合拼一拼，然后做一个摆件。那这一次我们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小福利，因为 B 站我们目前没有抽奖权限，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Little Red Book 看一眼，说不定就是有你很喜欢的小玩具呢。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一键三连，还有关注我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